为我提醒。有你在乎我的感觉，不在夜里风中你的笑颜，不让别人替我给你安慰。我的痴永不会等，只怕你走不回，情愿你是不看这心一眼。我的痴永不悔，只想爱你今生再给你永远。我的爱守护在黑夜之前，只怕你走不回，情愿你是不看这心一眼。我的痴永不悔，只想爱你今生再给你永远。我的爱守候在每一天。太正点了，谢谢，很好听，谢谢，我自己很喜欢。也有收录在这一张精选集里面的。那还那个这个冬天会很热，会很，还有会很冷，对，还有会很冷，对对，还有天知道，好喜欢，对对对，我真的很喜欢，谢谢。那因为呢，因为你来台湾的时间有限，嗯，那我们这个单元呢有很多种不一样的，对。然后其中一个单元叫做粉丝同乐会，嗯，那这个单元呢就是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很多你的一些小故事，对，就是你的小秘密。我们刚才也知道呢，就是我们的 Diki 大哥呢，他的嘴巴呢是非常的开放的，嗯，就问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讲出来，对，没错吧？我有讲过吗？有。谁的秘密像苏永康的海报是放谁的你也讲出来了，对啊，啊你说过秘密不要人家的秘密尽量问我吧，对对对，好，那你的秘密可以问你吗？你可以问啊，可以，我不回答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但是呢我们会玩一个游戏，好，那现在台湾很流行一个拳啊叫海带拳啊，然后呢海带拳呢输的人就要玩那个真心话跟大冒险，对，真心话大冒险 Dicky 哥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真心话就是你可以选择真心话，你要讲出一些你真心的话，大冒险呢就是我叫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，嗯，对对对对对，挺好玩的挺好玩的，听起来挺好玩的，挺好玩的，挺好玩的。那这海带拳呢我来教你一下，好，就比方说一开始是剪刀石头布，然后呢它这个地方只有三个地方，就中间啊，叫海带呀、啊、海带，跟海带、啊、海带，跟海带、啊、海带，一共只有三个地方。好，这样就懂了。没海带，跟海带，跟海带。为什么你扭起来好性感哦？为什么呢？他扭起来小了讲。真的是动感。没办法，因为我本来细胞有这种。OK， 就有点晕哦。好，来喽。请说出最受不了许志安、谢霆锋和苏永康的哪一点呢？来，我很乐意做。哈古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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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会让你挂，弟哥，弟哥，我为你介绍一下，他是拳王，他没有输过，对，金腰带十六面，能够跟你决战是我的荣幸，客气，好说好说，来，有胆识，请出招，一二三，嘿，海带呀，海带。真心话大冒险，弟哥，这很正常的。什么？没有人，他没有输过。选一个是吧？对，选要选真心话。陈奕迅都来到疯了，我跟你讲，真的。怎么可能？真的，我来帮你开啊、哦嗯。他选的是真心话。请说出最受不了许志安、谢霆锋和苏永康的哪一点呢？来，我很乐意做。非常乐意。先说一下许志安。来，各位台湾的
人名，请给我一点时间啊。好好。许志安最受不了的，首先他的鼻子怎么了？为什么？大。再来是他的鼻孔，大。他的鼻孔大到一个程度，我感觉是有两个那个防空洞，没有渤海隧道。哇塞，从香港到九龙的隧道，对，两边来回走的。哦。然后呢，就是明明是打球我赢他，哦，竟然在娱乐百分，这是娱乐百分，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吓我一跳，吓死，吓我一跳，竟然在娱乐百分百，白的说成黑的，是的，是的，说成黑的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我要重新评估这个人的这个人格人格，对，所以你受不了就是这一点，我受不了。我坦白说，我受不了。胡说八道，我胡说八道，我受不了。那谢霆锋呢？谢霆锋，对，我受不了，受不了他呢。嗯，永远呢？嗯，我跟你说啊，他呢，永远都在摆姿势的，摆 pose， 酷酷，爱耍酷，对，那他永远都爱耍酷的，盯在那里。对，我们试过，已经玩了一天一夜了。嗯。每个人都已经好累了，他还戴着墨镜。他还戴着墨镜，然后站在那边，然后没有穿上身，啊，只穿了牛仔裤。Hello， Dickie， 什么？感觉那个墨镜已经开始有点瞎了。出油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出油，出油，所以眼睛会滑下来，垂下去。那苏永康，哦，难得是卡啊。苏永康，我受不了他的美貌。美貌？对。哦。哪里？就是我受不了，他永远都没有近视，又要戴眼镜。真的假的？他没有近视啊！真的假的？他没有近视啊？那他有没有镜片？他没有告诉你们吗？没有啊。那我不应该说，我不应该说，我不应该说。有没有镜片？他有镜片。那你肯定那是没有度数的。他可能是闪光。我想说这么 gay 掰啊，对啊，戴眼镜把他唬人了，对啊，所以你受不了你朋友这三个朋友，他花那么多钱在那个买眼镜上面，嗯，我觉得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嗯嗯，所以就是这样，受不了的朋友这几个点，对，好，小鬼换你，换我，换你，海带拳啊，海带拳啊，又是海带拳啊，我比较逊一点啊，我比较逊一点，来，准备，剪刀石头布，我赢，来，一二三，来，嗨。刚刚真心话现在大冒险，来一个啦，来做一个，两个很刺激的粉红的好不好 ？Exciting， 好，来，好的不得了。假装自己是一面镜子，反射小猪的动作。来，真，哎、欸，我好厉害哦，这样可以念哎。不是我，哎、欸，你是镜子里面的我啊，那我是我，你要学我的动作 ，OK， 应该没问题，应该演技， okay. 我选你是吧？对 ，OK， 好，演技这么厉害的，好，哎、欸，我现在是这侧面，对 okay. 啊，哈鬼，好厉害哦！
哈鬼哈鬼是台语吗？不是，他自己乱编的。哦，这是一个乱编的一句话。OK， 哦，好厉害哦！哇塞，逃不倒哎。对啊，你哇塞都可以讲的。哇塞，可以。哇塞是哇，好厉害的意思。是吗？哇塞，哇塞。我以为哇塞是挺粗的，我以为不能讲的。它挺细的，挺细的，挺细的，挺细的。0.3公分。可以的，哇靠都可以的。哇靠，可以啊，对啊，有台的哇靠，嗯嗯嗯，对啊对啊对啊。好了，那刚很开心的又度过了一个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。对，现在要听张卫健来唱一首好听的歌。这首歌好听，我都没声音了，完蛋。好好，这首歌曲叫做是《你爱我像谁》，掌声鼓励。给你热闹，为你绕一绕，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却可以让你微笑。其实我的烦恼，只是你看不到。如果我一不开心，全身都疼。爱上一个人，一定要让他相信，这世界多么美好。对每个人都说还好，我的心我的情你不需要明了，只要我对你好，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。其实你爱我像谁，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，快不快乐我无所谓，为了你开心我忘不得累不累。其实你爱我像谁，任何特别性我都能给。哦，在你身上学会流眼泪。耶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。那在前阵子呢，在前几年你有一次发专辑有遇到台湾的 SARS。 那时候有一首歌叫身体健康。对，那是因为这个事情。不是不是，那首歌是我选那首歌的时候呢，是都还没有 SARS 的时候。对对对对，巧合了。这巧合，然后就他这首歌是一位在香港一位姓人写的曲跟词，然后我也是他自己唱，自己弹，对，demo 他自己做，demo 自己做，然后一听，哇，我很喜欢，太感人，很喜欢，所以马上就把他要了，然后也把它翻成国语。你知道这首歌，我们去 NTV 把妹最好用了，为什么？像这首歌，女生看 MV 一定哭的，对对对对，这 MV 真的是太感人了。所以你用过这招把过几个？四个啊，没有。你知道那个 MV 啊，大概简述一下，好，他快要死掉了，对，但是他想要跟他的女朋友过每一个生日，所以他把他的这个影像带录起来，度过每一个生日。对，都祝你生日快乐，但是25岁的一天比一天的黑眼圈越来越深，然后一天比一天的憔悴，然后最后就我都哭了，好难过，很感人，很感人，而且 Dicky 哥真的超会演，真的，哎。戏剧天王当然一定要演的。对，刚刚我们刚好聊到身体健康这首歌，我们来听一下。好，掌声鼓励。